中华队第二战成功击败意大利，球迷兴奋欢呼，财讯行也十分热闹，买气增加五成，店内挤满人盯着电视观看比赛结果。后面表现越来越不错，就是打安打有连起来这样。我对他们有信心呐、啊，要替中华队加油啊！中华队这场买一千，对，赢一千多。中华队对上意大利，赔率最高冲上22倍，就有死忠球迷狠砸60万支持。最后中华队真的赢了，开心抱回95.7万，连前天惨赔的30万也补回来了。也有球迷虽然爱国，但觉得荷包重要，即便改压意大利惨赔，也含泪大呼输得太开心了。中华队赢了，所以今天的买气会更好，应该会再多一层或两层左右。中华队赢得漂亮，祭品文也跟着实现。彰化阿张肉圆信守承诺，要发放免费的600份肉圆。只要赢一分就送100个。我们昨天赢了4分，我们送400份的霸王，在县府广场供球迷一起欣赏下一次今天晚上跟荷兰的对决。晚上7点开始，彰化县府前看球赛，除了肉圆，还有400碗控肉饭，就连西湖公所前也在加码400份，一共800份。还有几家赞助商帮我，热爱棒球，还有我们的肉品市场那边有人赞助，然后米的部分也有人赞助。就连台中的餐厅也自掏腰包158000元，准备100份龙虾意大利面。中午11点开放民众领号码牌免费吃，用行动支持中华队，期待晚上的中和大战能再创佳绩。记者陈淑阳、李云杰，彰化台中采访报道。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鱼帮你来打折。